大家带来一份工作，工作的内容是店铺运营，工作的时间是排班制，然后月给是23万到28万不等。日语只需要正常的绘画就可以，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边参加个说明会，说明会的时间是135的上午11点，24/6天的下午1点钟，这边是我们公司的地址和电话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，谢谢。